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每日读报的第二期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英文媒体上的四篇报道，这些报道的原文有长有短。希望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观众，请订阅我们的 Substack 频道，上面有原文的链接以及中文翻译。Substack 的链接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的文字说明中找到。谢谢大家。首先来看看第一篇文章。 《纽约邮报》二月十八日报道，上周前总统川普被纽约法庭以欺诈罪名判处三点五五亿美元罚款，引起了一些支持者的不满，其中包括一批卡车司机。这些司机表示，他们不会再将货物运送到纽约市。保守派社交媒体上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卡车司机，网名是 h a c g o g a r y 在一段视频中宣称，他的一些同事将停止向纽约市运送货物。 以抗议上周五曼哈顿法院发布的判决，瑞在视频中说：“我已经在无线电上和大约十位司机交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将从星期一开始拒绝向纽约市运送货物。”他表示，司机们告诉老板，他们不会去纽约这座大城市。这位卡车司机还指出，他们的老板不会在乎我们拒绝这些货物，我们反正会去别的地方。 他表示，开着卡车进入纽约是很困难。一些网友在网上表达了对抵制行动的支持，他们表示将全力支持这些司机的决定。曼哈顿高等法院法官亚瑟·恩戈隆命令川普支付3.55亿美元罚款，因为他在十年间夸大了自己的资产净值数十亿美元，以获得银行的有利贷款。法官裁定，他还被禁止三年内在纽约担任任何公司的官员或董事长。 川普的说法和瑞一样，他谴责这个案件是他的政治对手的选举干预，并预测了纽约市会出现的其他后果。他在周六的一次集会上表示，在这个裁决后，别的企业将离开这个城市。《华盛顿时报2月19日》二月十九日报道了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的新动向。以下是报道的内容：卡马拉哈里斯已经加大了他在竞选活动中的投入。 但是，一些民主党的大人物仍然担心这不够。据 CNN 报道，周末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会议上，副总统聆听了民主党领导人的意见，并试图打破竞选活动的信息茧房。这些领导人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伊利诺伊州州,州长 J.B. 普里茨克和马里兰州,州州长维斯摩尔。据报道，哈里斯与其他民主党人协调。 并听取意见的积极努力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但是，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仍然存在。领先的民主党人担心这将导致他们在十一月份的选举中失败。女州长惠特莫为拜登和哈里斯如何谈论堕胎权提出了强烈批评。弗里茨克则指责拜登的竞选活动未能开足火力，在移民问题上攻击共和党人和川普。但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 拜登和哈里斯在年轻选民中的得分在减少，总统和副总统都受到指责，说他们未能更多的保护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没有足够关心其他年轻选民经常关注的问题。如果哈里斯继续听取并实施变革，他在竞选中增大的角色，肯定会让渴望信心的民主党领导人看好，但这也会带来风险。 因为共和党已经准备好利用民主党人的任何错误，在任职期间，哈里斯和拜登都面临着历史上最低的支持率。哈里斯周围的负面情绪已经引起民主党内的警觉。如果现任的八十多岁的总统再次当选，哈里斯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哈里斯则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Victor Davis Hanson。 也是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他二月十九日在《American Greatness》上发表文章，批评拜登在对美国人民进行持续的欺骗。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拜登派系一直试图建构一个形象，即一积极主动的总统正在推动传统的民主党议程。为了维持这一谎言，需要不断的进行欺骗。围绕着乔拜登的认知衰退，拜登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记者会。 他多次否认特别检察官赫尔报告中的证据，错误地声称许多有问题的档并不是机密的。他说谎说档是安全的，存放在上锁的柜子里，实际上他们是随意散落在一个摇摇欲坠的车库里的纸盒里。他声称一旦发现自己拥有机密档就通知了当局，实际上大约五年后才这样做。拜登将边界安全的责任责怪到川普身上。 还声称，普京入侵乌克兰是川普政府的错误，而事实上，这是发生在拜登政府任内的。在过去的一周中，拜登的圈子包括新闻发言人凯林珍·皮埃尔、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以及民主党国会代表和参议员，都公开强调说，拜登不仅敏锐，而且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而且在会议中比大多数人更具活力。 这与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美国人的看法相悖。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以来，美国南部边境已经被摧毁，它不再作为保护美国主权的堡垒存在。大约有八百万非法入境者非法进入美国。拜登总统不断吹嘘拜登经济学及其在降低通胀方面的作用，拜登却忽略了自他当选以来，消费品平均价格已上涨了百分之十七点二的事实。 而且大部分重要的消费品价格，如主食、家电、汽车、租金、按揭、建筑材料和房屋，在过去三年半已经飙升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同时工资没有相应增加。最后一个例子是拜登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他越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祈求重启伊朗协定，恢复对哈马斯等伊朗代理人的资助，或将恐怖组织胡塞武装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伊朗支持的组织就越是凶残的屠杀以色列人，并袭击了一百七十多个美国设施。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整个美国总统任期的崩溃。它诞生于二零二零年的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在这项交易中，一位智力有缺陷、道德上受到质疑的候选人，同意以提供温和的外表作为代价。 以换取极左派的支援，这些极左派便控制了他。美国著名政治杂志《Political》独家获得资料显示，拜登总统的弟弟吉姆·拜登曾经推广一家连锁医院，这家公司以破产告终，并对农村社区造成了长远的破坏，甚至导致病人死亡。这家名为 Americanor 公司的崩溃，在法律和政治上引起震撼。这一事件的背后是拜登家族的身影。 他们试图利用拜登的名声推动私人业务，最终导致了该公司的破产。Political 的调查报告中文翻译后长达一万三千字。有兴趣阅读原文的观众，请订阅我们的 Substack。下面是该调查报告的内容提要：事情发生在二零一七年，一位医院经营者与费城地区某个顾问合作，计划建立一个以农村医疗为基础的帝国。 这位顾问正是吉姆·拜登，前副总统乔·拜登的弟弟。吉姆·拜登虽然没有医院管理经验，但他对联邦政府和工会有所了解，而且他的家族背景使他成为这个计划的主要推手之一。吉姆·拜登曾提到这个计划，让他的兄弟乔·拜登拥有 AmeriCorps 的股权，并暗示他在未来的总统竞选中可能会同时推广该公司，这引起了一些投资者的兴趣。 他们希望能从这个商业项目中获利。为了筹集资金，吉姆·拜登计划从中东人那里获得投资。然而，当预期的资金未能到位时，Americanor 已有的财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最终，该公司的破产。a m e r i c a o r 管理上的失败导致了人员流失、服务减少，甚至有病人因不够标准的护理而死亡。事件引起了联邦调查人员的关注。 他们正在追问、Americ、a m e r i c a o r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一名与吉姆·拜登有业务往来的商业合作伙伴称他涉嫌欺诈行为。吉姆·拜登未被指控有犯罪行为，但他的名字与、Americ、a m e r i c a o r 的破产案有着密切的联系。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治家族如何利用自己的名声来推动私人业务的关注。 尽管、Americ、a m e r i c o r 已经破产，但这起案件的影响将继续存在。政府和联邦调查人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农村社区也在努力恢复正常运作，以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带来的冲击。Political 的调查报告长达一万三千字，希望阅读报告全文的观众，请订阅我们的 Substack，上面有原文链接以及中文翻译。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